中见解深切，我听其求法即现，立所即悟，却动凡心，独依性慧，下劣若不听其，终不得法。大难大难，因为咱无做咧，那么为了着伊传承这个规矩来做，所以讲咧，那命以这个地主看什么人会当来做一首诗，互伊看有建设，甲无建设。然后呢，才会当注意这个祖辈来甲伊来传互伊，所以在过去是单纯读书，你一定是爱有先受了着这种生命大法的祖师，才会当真正的来传承的，因为过去是单纯读书。那么为了传承了这个道理，不会用乱去，所以讲呢，伊面面相觑。那当然在当时，拄啊好道拢总是单传独修嘛，拄啊好五祖传落来做了后，转盘换相，那么来传入了这个火体，所以伫迄个当时，有了解这个，有了解这个六祖呢。传互了伊一个妈祖的一项书，甲一个白玉像。那白玉像呢，伊是在家居士，在伊六祖，包括六祖一上去，会当先受祖义，拢总是这个出家众。那么为什么到白玉像呢？伊是在家居士，会当先受了着第七代祖。那当然，伫这个所在，嘛，互咱去了解这个道义的因果转换万象，那么都讲在这个火体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所在，咱来当来得闻了的这个大道，所以讲，咱会当修行了的这个心明大法，其实讲起来，一定要好好，来家珍惜啦。在过去做出大殿的，你得到这个，拢爱是先修佛的，那么你必定就是先修了着这个面面相觑的祖师，伊才有法度真正得到心明大法。但是咱今仔日呢，一旦得到心明大法，那毋是这个普渡去，那么得到这个道，其实是难中之难。所以大道两种原因，一种是应机，一种是普渡。所以我咧单紧在这个普渡期都做得好。早五十年，晚五十年，咱会当在这个当中咧来得闻到这个道。其实讲起，这嘛是咱各位正人代言，嘛是咱大家人哦，拢是过去已经一分一分、三十五分已经出现经咧。那么说。修持，伊在这个佛教里面当中咧，天道普渡的时阵，咱当会当来得闻到伊这个大道。所以讲咧，咱嘛会当修看，人讲有缘无缘不了凡，无缘无缘不有缘无缘不出世，无缘无缘不了凡。那么咧，咱就是讲有这个因缘，当个这个普渡期，嘛就是讲伫咱过去。咱有做下了着真好哦，特色有修持呢，咱才会当来非常安稳来得闻了着这个大道，而且呢会当来行入了着修道这条路这咱一定爱先肯定咱家己，咱一定要肯定家己，因为道虽然是初传，但是要得到的人究竟嘛是。唔是大家人咧，拢有法度来去，去成就的。那么有法度得到道，要当真正进修在道上，修为人才咧，其实是个难中之难啊。所以讲咧，咱爱好好去进修的这个因缘，
看到这个过去要得到的人的这么困难，哦，那么咱这会当得到这容易，哦，当然的爱回应，咱一定爱啊，珍惜姻缘。那讲有缘，就爱好有分啦，哦，唔好讲有缘啊无分哦，其实非常的可惜，哦，啊，尤其是咱得到了后，在这个道场呢，其实咱嘛应该会当去体会。啊，得到修道的这个殊胜，哦，甲伊的可贵，啊，相信大家拢会当了解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啊，伫这个啊非常困难的当中呢，咱要安怎真正会当，哦，那坚持到底，哦，啊，顺道如意，哦，咱必定爱有一种的啊，这个智慧，哦，咱伫最后呢。开放真正达到一个圆满，好、哦。那当然呢，